我的嘴搭子又要上场了。我们不是在外面吗？因为计划有变又要续房，没想到续房的价格居然比前一晚要贵了200。然后我们无意中得知居然可以砍价。那副高低都得试试，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格格，你去讲价。这小玩意儿肯定憋坏水了。那你帮我讲价，谢谢。那我不亏死了吗？那我帮你什么钱呢？那可以了。喂，你好，哥哥，我们在这里睡了很多天了，可不可以退房？跟昨天一样，这个跟昨天的价格一样啊。好，谢谢哥哥。他说660吧，本来是640。那你要给我110，哦，120，哎，就算一下。之前是712。啊，真是780，这720，你怎么就变成712了嘞？720，好。等一下，我总感觉你有什么阴谋，总感觉你像的是780。才不是嘞，等一下。你讲的好多这个，710银行托答应你不来事。52回来。突然感觉有被鄙视到。穿的还挺乖嘛你啊。我转你52。加一点了，我是不行不行。还是。